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翻到嚟 Pokemon 激進紅，今次繼續打呢一個大廈啦。咁上次咧講到咧就係咧對方個朋友咧送咗只木手工俾我哋嘅，咁依家木手工咧已經成咗型啦，就57level嘅，非常之高啊！同埋佢嘅速度咧係我成隊入面最高啦，已經係214，亦都係講緊極速噶啦呢只，因為呢一隻係31嘅速度啦，252嘅速度啦，所以其實佢係最高噶啦，已經係。咁呢个时候咧就有啲咩技能啊？依家我哋试下啦，我哋有埋 mega 嘅其实，因为头先咧唔系之前咧就有一个嘅科学家咧，佢就话咧如果俾精灵佢睇，佢就话有对应嘅 mega 石啊嘛，所以咧我哋就咧有一粒蜥蜴王嘅 mega 石啦。咁呢度咧可以进行 mega 啦，终于啊，终于有 mega 啦，玩到唔知第11集定12啊嘛，终于有 mega 玩啦。咁好大機會，其實可以一下秒殺呢個河馬嘅，係啦，應該就可以嘅。Mega 點樣 Mega？ 我裝咗啦嘛，係嘛？我係蜥蜴王啊嘛，係嘛？點樣 Mega？Mega 點樣 Mega？Mega 係 Mega， 我覺得冇 Mega 嘅，點樣 Mega 進化噶？蜥蜴王石點樣 Mega 進化？好啦，各位，空欢喜一场。原来咧，佢一开头早期嘅时候咧，系冇得 mega 进化嘅。咁佢俾粒石我咧，系唔知道有咩用嘅。呢、這、一个咧，我都系睇一啲嘅网上留言啦。咁所以咧就冇得 mega 进化，我哋只能用呢一个嘅奇迹种子啊。因为佢呢一只咧就包喺木手工身上嘅。唉，而家人哋有得 mega， 我冇得 mega， 好唔公平成个游戏，即刻觉得唔公平嘅游戏啊！呢个系啊。虽然少少唔公平，就系代表对电脑公平啦吓。老实讲，好啦，我哋嚟啦，而家就试下能量球可唔可以一发打死河马啦？应该就可以嘅，我觉得，因为我呢只系有特攻，亦都有奇迹种子，亦都系草属性嘅蜥蜴王。哇，唔系啊嘛，咁都打唔死蜥蜴王呢只咩河马？唔系路啊，呢只应该都可以一下，应该都 hold 得唔得咧？咦，未必得、啊。佢吹咗沙风暴，走一走先。呢度系咁以换只，咦？其实唔系，谂啦咁先。其实佢咁样摆头咧，唔系咁好嘅成件事。系佢咁样摆头，成件事唔系咁好。我哋一要用翻本身我哋嘅玩法，用打击怪摆头。因为咁样摆头咧，只地鼠一定秒杀成队。佢咁高速，喺呢度照旧玩翻近身拳击流，啊！即刻死咗。劲少少得唔得？高攻少少得唔得？打击鬼争气啲 ，OK？ 你应该可以打赢佢嘅。系啊 ，OK 咁得啦。呢个代龙就直接换战锤龙啦，之后咧就可以用岩石风。系啊，之后就可以等死啦。呢、這个时候咧就用大狼犬，用咬碎就应该可以咬死嘅。啊得唔得咧？啊得 ，OK。龙头地鼠我哋就可以用特袭啦，直接吓得唔得咧？咦，佢咁样出嘅啲虫有啲唔对路喎、啊。导电飞鼠啊，先用个空气利刃先，岩崩一嚟用蜥蜴王能量球，快过佢，应该打唔死嘅一下，啊应该打大半啦，回心一击，铁头。秒咗我，唔紧要，我哋有得赢嘅特袭，跟住得翻两只，有烈日六晒后面呢度，我哋用虚张声势啦。佢呢度应该会用剑舞，或者直接地震都唔出奇，因为我而家106血，真系。冇啦，又要俾人秒杀啦，又要俾人秒成队啦。哎顶，佢用剑舞喺度早响啦。唉，好麻烦啊！抑或我哋试下用蜥蜴王摆头试试啦。我觉得应该唔够佢嗰只嘅龙头地鼠快嘅，我觉得。哇，争少少打死佢，河马。系啦，唔够佢快。佢呢度仲要开剑舞，一定唔够佢快啦。系啦，佢个风暴太麻烦啦，佢风暴。佢个风暴咧，帮佢加咗两倍速度，即系乘二嘅速度，即系应该大概佢系有300多速啦，300左右啦，我谂。呢、這个时候咧就用就要换重啦，系咪咧？咦？点解我用打击鬼嘅呢度？
啊，唔系喎，啱喎，系咪啱啊 ？OK， 啱啦，啱啊，得。跟住又再换翻打击位，再用近身拳击。你廿六卅咁快？近身拳击啊，直接。哦，系，因为我减咗防御喎呢度，真傻咗添。大狼犬虚张声势，吓佢呢一度点解会一下打死我嘅？之前佢唔系，应该系话佢唔系用剑舞嘅咩？呢一弯会呢个直接换战锤龙，岩石风，岩石风，大狼犬咬碎。龙头地鼠应该是一下打落嚟啩，我哋用特袭啦，中啊中啊得，呢度中到佢仲有沙风暴，咁样我哋用暴细龟先，同暴细龟有冇咧？你直接用蜥蜴王咧？蜥蜴王有咩技啊？快防暴细龟啦。水流裂破，停咗沙风暴，呢度可以出嚟用能量球啦。偷摸一下杀死啦吓，杀咗佢，杀咗佢，杀咗佢。好波，杀咗只麻烦嘢啦，仲有只龙头，仲有只烈日六沙后面。呢只烈日沙又系好麻烦，呢下我谂一半都扣唔到啊。系啦，一半都扣唔到。导电飞树嗰快得过去就赢咯，有机会。哎，快唔过去，玩完咁就。哇，好难打啊呢个，我仲谂住有得 mega 进化，有 mega 就赢紧噶啦。系嘛，应该冇得 mega 啊！大家如果有玩嘅话，知唔知道呢度可唔可以 mega？ 同埋蜥蜴王系咪可以改特性，改咗嗰个嘅梦特性佢噶？佢如果系梦特性就系轻装咯，轻装就系可以加速度嘅。当你嗰个道具消失咗嘅话，即系用咗道具之后，啊真系好难打喎呢度。两下近身拳击，呢度一下 fit 都 fit 死我，所以用战锤龙，跟住用岩石风，岩石风，大螺犬咬碎。特袭完呢度用蜥蜴王能量球，哎，好在打唔死我啫呢度，咁呢度就用能量球啦，直接地震，直接地震嘅话咧，导电飞鼠可唔可以快过去啊？可唔可以顶到？顶到，可唔可以一下秒咗佢呢度？秒杀佢！秒杀佢！好啊，回心一击，揸只，终于见到尾啦！呢一度我一定要 save， 唔系讲笑，真系太难玩啦呢度，真系好过分呢度，难玩到不得了啊！呢只茶壶啊，呢只茶壶我一定快得过佢啩，冇理由佢快得过我噶、啊，因为佢未破壳啊！咁呢度放电啦，直接，嗱破壳啦，系啦破壳啦，即刻。好输咗啦，佢一破就已经输咗啦，代表顶唔顶到咧？其实应该顶到一下，我觉得顶唔到啦，但唔紧要啊。呢度有 save， 点都系我赢。一放电一马俾佢就玩完噶啦，只不过咁啱我呢一下30% 唔中，唔系啊嘛？明明人哋嗰啲好易中嘅啫，麻痹吓 ？What？终于中麻痹啊！呢度中咗麻痹，佢死咗啦。其实系啦，咁呢度用暴细龟用紧啊，不妨。哎，唔系啊嘛，都仲快过我。咁啊 ，GG 啦喺度，冲答应该死啩？咁少血，冇破壳嗰个减防都死啦，搞掂。终于赢啦，各位！虽然用咗 SL 大法，你会毁咗我哋咧希老虎嘅计划，但系火箭兵团唔会倒下噶，永远唔好忘记火箭兵团嘅存在。终于赢啦，各位！谢谢你救我哋，我哋全公司上下包括总裁咧欠你一个天大嘅人情。哦，出到嘅少女啊，多谢你救咗我哋，我唔会咧忘记你，我好富有，可以俾你任何嘢，一粒垃圾大丝球，可以收复所有积力啊，好似好犀利咁啊！
诶，呢一个大厦我应该打咗三集喎，都真系几辛苦啊！撤走晒啦，班友，系啊，终于撤走晒啦，各位佢哋。点解我冇得 Mega？ 如果我有得 Mega， 呢个神早赢咗。等等，主席唔记得俾你呢个，可能注意到好多咧，训练师咧都掌握到。哇，黐线，终于有啦 Mega， 终于有 Mega 射啦，即系 Mega 嗰个环啊。应该可以 mega 进化啦，有 mega 进化差好远，试一试先，我哋即刻试下新玩具啦，佢有啦，系差好远，大佬佢 mega 咗之后超劲，大家可以睇下佢 mega 咗个速度咧超高，245速202特攻其实都系十分之强啦，245速正常嘅我依家系得214速度啦。都起码加我三十几啦，差好远，个特攻又高喎，真系黐线。好啦，呢个系鬼系道馆啊，系啊，超能力嘅唔系鬼系，超能力道馆。呢度去拍地面，我哋用大龙犬啦，都冇其他技可以用，咬碎啦继续。其实呢都 OK 嘅，可以咧升下咧嘅呢个道馆。希望我有 mega 嘅时候咧，可以一下打赢啦。啊，即刻到咗啦，因为有玩呢、這、一个，诶，做咩啊？点解咁样睇一睇嘅？有玩呢一个 Pocket MMO 嘅话，就知道呢一个系好易行嘅个道馆。嚟啦！佢如果系超能力嘅话，其实我都有着数，因为我哋有大龙嘅身啦，有恶嘅野暴细龟啦，电锤龙又冇乜特别啦。啊，抌落垃圾桶可以。帮佢装个文油果先，系啦，全世界文油果，文油果阵，好嚟啦，企喺度先。我哋用只大狼犬探一探路先啦，因为始终大狼犬佢系恶系啦。我从小就有特异功能，嗰时我唔小心咧整弯咗只匙羹，我唔中意咧战斗，但如果你愿意咧，我会俾你睇睇我力量。吓、啊，又要打双打，唉，真麻烦。OK， 咁样啦 ，OK， 四箱又啊，唔系普通箱，哇顶标配队，标配欺骗空间，大佬点打啊？咬碎左边，福特替换左边，黐线点打？换翻只战场出嚟玩下先，咦咬死咗一下。但系系个隔篱嗰度欺骗空间，收件老着啊！哇，照道理佢应该最慢喎，咁样大镬啦！突袭咗只布尼姆温先，呢度用超能力，超能力打左手边。啊，系精神场地又欺翻防守，冇啦，又要输啊呢场大嚟。诶、欸，打到佢一下都 OK， 其实真搞唔掂喎咁样，打击鬼得唔得咧？打鬼会死啦！哇，咁样星人王即刻变咗垃圾呢度，又要重新翻去组队喎呢个。岩石、导电飞鼠、守护，哇，守护都唔得喎呢度，放电啊直接。但系导电飞鼠应该系最快，呢度佢用岩崩同埋。同埋嗰个咩气化防守应该秒杀我成队，咩嚟招？唔知咩超人嚟？哇，杀埋战锤龙嘅呢下，哇，好劲喎！点搞啊？重踏，重踏都唔得，诶，重踏都得嘅，重踏啦，啊，唔使啊，其实都唔使重踏，所有裂破，嗯，近身绝技啦，冇得拣，黐线你啦！点打啊，大佬！佢仲哇，仲有欺骗空间喺度，谂谂点打先呢度？你成队都要守护，咁真系话要系嘛？希闹特袭，不如成队守护船，玩到呢一个地步啦，要系嘛？成队守护先，呢度唔要鬼面啊，鬼面好似冇乜用咁。跟住再俾部细龟学埋守护，唔要重踏啦，冇时间学重踏啊！星王有冇得守护啊？有 ，Five 唔要，
欸，唔係喎，快防有用喎呢度。快防我諗下先。啊，快防冇用，快防係防先制嘅，所以冇用。呢度唔要快防。OK OK， 成队學晒。咁头先一开头就系用点样打法，一开头系咬死嗰只布。啊，其实都有得打嘅，谂下先，有得打有得打，谂紧，有得打，但系都系要睇机率啦。呢度用咬碎打呢只，之后用放电直接麻痹咗只布尼布温，两只麻痹晒。咁呢个时候如果佢麻痹咧，咁我就赢噶啦。好啦，欺骗空间，咁又输咗啦。又输咗啦，各位。我哋换只暴细龟出嚟呢度守护。哎，麻痹咗 ，OK OK， 岩崩咗只龟，得呢度再守护。呢、這个时候咧就直接换走，换做战锤龙。OK， 又麻痹咗，好啊，双守护，守唔到啦，但唔紧要啊，小问题，死咗都 OK 嘅。呢度换只。导电飞鼠守护，双守护 ，nice， 空格守护，再麻痹啊，应该差唔多完啦。哎，欺骗空间完咗，呢度我哋直接用福特替换打布尼姆温，岩石风打布尼姆温，全世界打右手边。OK， 跟住呢个时候咧，我哋就用打击鬼。希望咧岩崩可以砸死佢啦，但系应该未必得啦，我觉得。起码咁多血仲有，麻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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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 ，nice， 麻痹咗啊，掂啦！呢个时候咧，我哋可以用近身拳击打左手边。呢度唔好用岩石风啦，太危险啦！我哋只用，哎，唔好用岩石风啦吓，冇办法啦，唔用岩石风打唔死我惊。如果咩意念头锤惊打唔死佢。好，降低伤防。呢、這个时候佢食果，问有果 ，X 杀埋布尼布温，咁个欺凶手就结束咗啦。对面应该都系用岩崩咯，我谂系嘛。好，升咧升咧，双刃头锤正喎呢招，呢招可以学喎，150攻喎，超劲喎。好，双刃头锤，如果唔得嘅话，我哋先换走佢啦。吸收拳。有机会打到差不多红血，秒咗，搞错回心，傻咗啊！点会回心噶呢一下？导电飞鼠，沙奈朵啊，空气利刃，双刃头锤右手边。我沙奈朵应该都系气化防守 ，Oh no！ 放电守护 ，Mega 进化，我快啲啊！应该就我快啲嘅个放电。又系佢快啲，顶得住嘅一下，黐线又秒咗。场地正常，嗰、那个咩精神场地啊嘛，打 E B， 咩噶能量球，打沙奈朵，双刃头锤撞沙奈朵，秒杀佢得唔得？爆击秒杀得唔得先？系唔得噶啦！巨星妖精技系喎，妖精皮肤，完啦，完啦！呢度唔够打，呢度佢有后面有只快，前面一堆慢，我系拖唔到咁长啊！好啦，今集时间玩住咁多先啦，又嚟卡喺呢一度啦，每集都要打，都要谂下点打呢个道馆或者系嗰、那个。劲敌啊，或者一啲劇情嘅敌人啦、啊，系啦，咁今集时间嚟到先，我哋下集再见，中意嘅话记得俾个 like 同埋订阅，拜拜。